这个说一下感受，这两款花甲有什么区别，给大家说一下。那这两款花甲，如果就是看一个客户的选择，反正我自己的话，这两款我都喜欢。这款呢，它比较清淡，不是鲜媚啊，比较浓，对吧？那这款呢，它底味比较厚，就麻辣味比较重。如果喜欢重口味的，比如说牛肉肠那块喜欢麻辣香香，可能客户选择这个。如果江浙沪啊，或者比如说喜欢清淡鲜香一点，是吧？就关键根据客户的口感选择。这两款这个花甲做的都是超好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于老师的品鉴啊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